请问您是选秀节目打头榜的榜一吗？那是我老婆。那你老婆为了追星，买了多少的奶？大概1万瓶吧，他朋友现在叫他奶万。这么多奶，喝得完吗？就硬喝呗。一开始一日三餐都是牛奶，到后来，你见过白色的尿吗？那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尿不出了，都是高钙奶，结石了。家人和朋友都知道吗？没办法，不知道啊。现在和朋友出去都不拼酒了，都奶，踩着奶香旋儿，好几个内蒙人都喝吐了，哭着喊着要回草原。你有怪过你的老婆吗？劝过了，她说哥哥比老公重要。我是过来人嘛，我跟她说，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拟的，投票打榜这种东西水很深，你把握不住的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他让我把握这些奶，所以你把握住了吗？白天还好，晚上睡不着，胀奶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梦见自己在王者峡谷，做梦都在奶别人。你梦到自己是蔡文姬，是泉水。你还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？就理智追星吧，不要伤害到周围的人。现在节目也停了，他也不会买新奶了。我是搬着石头算了，剩下的奶喝2个月也到头了。那好的，谢谢你接受这次采访，我们也没带什么，就给你带了几箱奶。